你今天的菜是专门为他做的？对呀。今天回去之后，我就把宫保鸡丁下架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把不正宗的菜给客人吃。没事儿，你别多想了，说不定是我乱说的呢。也有可能你的欧洲客人就是喜欢吃欧式中餐。好，那不跟你多说了，我要忙了。好，那你先去忙吧，早点休息啊。晚安，拜拜。 你干嘛？鬼鬼祟祟的，偷听我打电话。跟谁打电话呢？跟阿辉。你今天的菜是专门为他做的？对呀。 阿辉说没有吃过地道的中国菜，所以我就特地给他做了，让他尝一尝。他还挺喜欢的呢。你们还聊了什么？聊了很多啊，就是聊聊他跟许会长的矛盾啊，然后未来规划啊，人生理想啊，很多很多。还有呢？你问这些干嘛呢？他都跟你表白了，你不跟我说说啊？ 那你有什么想法呀？我应该有什么想法呢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怎么知道呀？反正我是觉得不太配。然后呢？来。所以呢？ 我是觉得吧，他年纪这么小，你年纪那么大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觉得你们俩年纪悬殊比较大，他呢心智没有那么成熟，如果强制在一起的话，可能会吵架比较多，所以。 我觉得，不是很合适。这样说的话，你明白吗？不明白。那我回去睡了啊。好，我来。 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 以后呢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没想好就别说。还不走啊！我要睡了。 你也没有专门做菜给我吃啊！哼。